你们这边都是叫蹄吧？这就是那个芋饺啊，好香哎，里面加了芝麻香油啊。提醒大家一下啊，这个大爷的手肯定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啊，这送入洞房了。这整个菜就比较霸气啊。哇，新娘好漂亮哎，身材很绝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谭谭妞，今天来到了福建三明的明溪县翠屏村啊，是一个结婚的喜宴，新郎已经去福州接新娘了，咱们一起去 look look 啊。这边的习俗啊，就是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吃这种纯手工打的糍粑，这万一有一个配合不好的就容易踹到手啊。新娘要下车了，手里还打了两个灯笼，是什么习俗？这是拜天地吗？祝弟弟弟媳今年新婚快乐，祝孙子新婚快乐，祝儿子新婚快乐。我刚才跟大厨了解了一下，今天是128018个菜哦，大爷大叔们都在搞这个糍粑哦，这个绝对是纯手工做出来，没有任何高科技啊，这边做好大爷大妈就开始直接拿了就吃起来了啊。这个是刚做好的糍粑，先尝鲜。避风塘椒盐扇子饼很漂亮哎，盘烧面也特别漂亮啊，鸭掌啊，这是五香牛腱子，这叫什么？海鲜拼盘，海鲜拼，现在也要上锅蒸了。这个后面是新郎家，新郎家的后面就是山，现在开始上凉拼了。这是这边的特色白斩鸡啊，蒸过然后再浇上这个姜汁，很诱人哎。这个是他们当地的特色，长得特别像水饺，听说很好吃，待会尝一个啊。这个是当地的土菜，里面有海鲜，有肉，有笋，还有什么黄花菜呀、黄花菜哦，好吃吗？好吃啊。这个叫什么？毛蟹八宝饭。毛蟹八宝饭，下面是八宝饭啊，刚出锅的海鲜拼盘啊，马上就要浇个油嘞。芋饺直接走菜了，浇完直接就上菜了。这边就是吃的人啊，还得是大厨啊，这勺颠的跟玩一样。看一下这一大盆的香辣牛杂啊，哇，漂亮，还有一个大牛角。牛气冲天，走菜了。这个是绣球菌瘦肉羹，这个鲜的是坛烧四味汤，香螺炖番鸭，鲍鱼烧红豆，浇上鲍汁儿。哎呀，漂亮！上菜，清蒸鲈鱼，浇上那个辣鲜露，漂亮！哇，阿姨能端四个哎，好厉害呀！馍夹肉嘛，馍夹梅菜扣肉啊，天哪！直接上菜了，红烧羊肉做好了，哇，厉害哦，一下拿四个。绣球菌养生汤上菜，这要上点心哦。这个是什么甜汤啊？花生甜汤，早生贵子汤啊。